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在家呢？我在你们家附近开会，我感冒了，给我找个感冒药。好。哎，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？哎，老婆，给多少水？啊，好。啊，不用了，感冒药赶紧给我头疼。啊。你这不上班呢？哎，这不快过年了吗？哎，等过完年再说。那娜娜不也有工作吗？娜娜再能挣钱的话，那你是个大老爷们儿，你也不能闲着呀。哎，没事。咱这个文件呢要好好的。哎，上不上人啊？哎，老婆，我手机没电，我拿充电器。啊，好。哎，你这……哎，老婆，给我倒杯水。好，来了。哎，你这我上阵，我先顶一下。哎，老婆，你饭什么时候好啊？我饿死了。马上。哎，这两天对了吗？哎，老婆。哎，哎，啊，我觉得你运气还挺好的，妹子。你看你娶了我妹妹啊。 人又漂亮又贤惠，啊，最主要是还能工作挣钱，你运气真好啊！哎，女人嘛，那不就应该这样吗？但是哥，我跟你说，就娜娜什么都好，这个饭做的太难吃了，厨艺有待提高。哦，有待提升。娜娜，啊，来，咋了，哥？我觉得你确实要提升一下自己了。我，哎，就是，检查一下眼睛吧。 我眼睛，你眼睛看人有问题。你看你嫁了个什么东西？哎，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没有什么意思啊。我想告诉你啊，这是我的亲妹妹，从小我把她当成是个宝，现在你让她当保姆，你贵姓啊？啊？从现在开始，我待在回娘家了啊，你自己一个人过吧。哥，娜娜嫁给我就是我的女人，我哪有干什么自己敢干什么？ 在水里还一步开我了，娜娜，你走，出去干嘛？你就别回来。你可这你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？我再重复一下，你给我听清楚了啊！她，我的亲妹妹娜娜，我可以说你，不可以，懂吗？